长期憋尿不在意，小心膀胱海尿尿。40几岁的一个外商的主管，过度的憋尿，他膀胱其实很胀，但是他没有感觉。就有一次晚上呢，他就真的是完全尿不出，他整个肚子非常的胀，找泌尿科医师做膀胱镜去检查了膀胱，就检查一看，那个膀胱看起来是惨不忍睹，连霉菌都长出来了。一看我就知道这个膀胱已经没救了，再发现他脱离不了尿管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